美静，好久不见您哦，好想你哦。哦，昨天和爷爷睡一睡，很舒服耶。嗯，啊，再来呢，我们晚上和阿凯一起去家里吃东西哦，你来参加嘛。好 ，OK， 那祝你身体健康，保重保重。啊，谢谢你的东西，好多衣服，还有什么东西，我们还，好棒好棒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